被你男人给扣了。谁让你动手？老头，好呀！都他妈活腻歪了吧？啊！拿架懂吗？你们要是不领，孩子我带走。你们家一群人欺负一岁数大，算什么本事啊？这帮人咱真惹不起。坏人。今儿这事儿你别拦着我。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老哥几个都来了。懂吗？